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，要详细阅读说明书，按指示做每个步骤。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。做鼻腔拭子测试，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，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。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，按指示搅拌。完成后，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，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，然后读取结果。超过时间，结果就无效。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。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，结果为阴性；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，结果为阳性，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。在24小时内，经卫生署申报系统呈报结果。经常自我检测，有感染可尽快察觉，尽早得到医治。除了保护自己，亦可保护身边的人。自我检测，护己护人。